曾经见过一张照片。我也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。我有办法了。我得借你的小火苗，我也得借你的提莫。你真行，只等赤炎药甲追上来，你就可以立大功了。等等，赤炎药甲还不知道照片被偷了，怎么会追过来呢？赤炎药甲，来吧！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赤炎药甲相会，救了我一次。快
离开，回到峡谷上面去。这里怎么了？你想想，赤焰药甲和冰龙王下来是什么后果？我们的设想错了，绝不可以让他们来这里。洛克王国大电影三，2014年7月即将上映，我在电影院等你哦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，现成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